你慢慢慢慢慢吧。穿睡裤哎，这合理吗？这是我第一场外人演唱会哎。所以我唱错也没关系。你不会唱的比我多出。不想继续蹉跎，你会怎么做？我来伴奏，平时都是娜娜在演奏嘛，但今天既然你又来了，我想说，我就，哇，这是我第一场外人演唱会耶。歌词在这里，这里是不是？OK。眼线就那个很好找，对，可以找一下。我是看着歌词我不会唱错的，好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所以我唱错也没关系。你不会唱的比我多出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哇哦！算是给你一个 surprise。我妈已经跟大家打招呼。我吓到了，是先拜拜吧。我爸已经看你彩排了。哇！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。不用不用。然后反正今天就到了，然后我也没想说要录 vlog， 因为我想说就是很 casual 的来看一场演唱会，就想说很随意的来看个演唱会，然后我也没跟 JJ 说。所以本来想说，哎，吓他一下，结果没想到他今天给了我一个更大的惊吓，就是我今天穿睡裤哎，我穿睡裤，因为我想说我就窝在那个工作人员区看演唱会，没想到我就被叫上台了，然后夸张到我上台就是在台口，他们就把那个麦克风这样塞给我，然后耳返直接帮我插到我的口袋里，然后让我戴上。我简直就不知道到底应该要怎么反应，而且是一万个人的场地，所以我就跟我姐说，我给她一个惊喜，她给我一个惊吓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黄子佼，我们是动力火车。这是你最爱老乡大渊，我是威廉，我是陈世安，我们是机智男孩，家有喜事，我是威廉，我们是 WOFACE 无间奇。想知道我最新消息，只要点开 TVBS 娱乐头条的 LINE 官方账号，别想看穿我，除非你加入 TVBS 娱乐头条官方 LINE 账号，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我，赶快搜寻加入娱乐头条 LINE 官方账号 ，LINE 官方账号就是我们和你的任意门，从此我就要一直赖着你。从此我们就一直把我的一举一动看光光，所有精彩独家的娱乐新闻随时 LINE 给你，加起来怎么弄？